登哥，登哥，干嘛？变一个道具呢？今天没道具吗？有，缺道具一块就是。啊，来来来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一块钱啊，来一块钱，一块钱放在我的左手啊，一块钱在左手，看清楚啊，这样子，一块钱在左手，我不喜欢它在左手，我直接哦，两手握起来，先握右手，然后再握左手，握起来，这个啊，好，硬币还在左手啊，看清楚，一定要看清楚啊，那握起来走，从这个位置，一二三。神奇现象发生，硬币瞬间消失，哎，跑到右手来。好，有人说没看清楚，没看清楚，再来一次啊、哦！现在不一样了，先把右手、左手都握起来，握起来哈、哦。像硬币还在右手啊，这个，好，现在确认，好，一二三，好，一二三，哇哦，硬币瞬间消失，哎，跑到左手来。好，为什么硬币会跑来跑去？什么神奇？神奇，下不下去啊？下，下去来，给我家先干活，干完活就交学。好。好，这是刘谦老师以前在电影上表演过的一个非常经典的小魔术。其实这个魔术很简单，看似右手空的，左手好像只有一个硬币，其实是这样子的，我这个手一握起来，看到吧，哎，这下面夹了个硬币，然后就把硬币拿过来，然后就再把这个推到下面去，然后这样夹住，看起来就交换了，原理就这么简单。好，这是刘谦老师表演过的非常经典的小魔术。